你没有离开不知道。听师父的话，哪天你告别家人三个月，你告别家人三个月，不是说你去落法，不是，你去环游世界好了，不带手机，你就会懂，你会懂很多，你会懂非常非常之多。这个就是出家之前要当净人，你种净人两年，你会懂非常之多，你内心的所有一切东西会如实浮现，让你去做深度的理清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